小姨，这就是你新买的房子呀？这也太漂亮了！怎么样？这也太大太豪华了吧？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哎，小姨，那我住哪儿啊？跟我来。怎么样？哎，这也太好了，小姨。小姨，我住这房间吗？想什么呢？这是我的房间。不，那我住哪儿啊？你跟我来。这是你的房间。我不是，凭什么那么多房间我住这个呀？只配住这个呀。凭什么呀？因为你穷了，你在公司干保洁。行，算你狠。哦，对了，以后这个家的水电燃气费都从你公司里扣啊。不是，凭什么从我公司扣？你把话说清楚。不是，你住哪儿？你不用交房租啊。不是，那我可以回我自己家住啊，你自己在这住呗。站住，老实待着吧，你就回不去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已经把你家租出去了，行了，我就三年以后吧。哎，不是，你凭什么把我家租出去？你经过我同意了吗？我需要经过你同意吗？房产证不是你妈的名字吗？你妈同意不就行了？我行。干嘛去？上厕所。那边，你要整个这个。我，哎，小姨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去学约会呀。不是，小姨，约会就算了吧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上周日的教训还不够吗？饭也吃了，酒也喝了，酒吧也去了，劳力士也给人家买了，结果呢？人家说困了要回家睡觉了。你们俩闭嘴。哎，小姨，你要实在钱多的话，咱盖个尼姑庵呗，老了没准还能用得上，你还能去当个主持。